拿到三个羊毛了，黑色、黄色还有什么？蓝色。还有南瓜史派克，史派克。南瓜头。南瓜头，南瓜史派克。沙子，沙子，沙子，不是吧？所以就在旁边嘛。南瓜史派克这里齁，这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好暗，好暗，我擦火把，擦火把。水池，水池，为什么要水池？小破船，不得已就让你用油的吧，啾咪。怕什么？现在是一点二点那个哎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怕不怕，我拿两艘就可以突破你们了。荷叶已经不足威胁啦，现在是一点二点多。啊，关卡好，这个关卡好，不足威胁啊，直接碾爆啊！哎哎哎，不，他有那个仙人掌，太邪恶了，一定要用吗？为什么不能直接拿？哎，红色羊毛啊，拿到了，玩什么关卡啦？你要玩吗？那个月音来玩一下啊，好不好？我在这边看你玩。我一直在看着你。你很有趣耶、欸，你完全没有办法推进，我起码还可以撞到仙人掌，你怎么卡在那里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好了，好了，我们拿到了，不然我再来一次好不好？我再来一次好不好？喂、欸，喂、欸。对，哎，不，哦，过来了哦，哦，过来了，过来了哦，哦，要回去了，要回去了，不，不行，哦，我已经突破第二个关卡了呀，哦，突破第三个关卡，差一步哎，算了啦，我早就拿走了，红色羊毛啊，走了走了，全部拿了。全部拿了，然后嘞？然后对啊，然后去哪里？然后去哪里？然后这里有小房间呢，对面这里。咦，哪里？这里有没有黄色羊毛房间？对。所以要放在哪里？看一下这里好不好？这里什么美华神殿？进去看看。门没有开，什么也没有，要放在哪里？所以黄色羊毛就放在黄色羊毛这里吗？我放看看哦，好不好？有做动成功了。蓝色羊毛你放在哪里？你就点前点前面那一颗活塞放进去就可以了。成功了吗？那红色羊毛有，红色羊毛，红色羊毛。放进去，黑色羊毛。哦，门应该开了。开了。耶、yeah, ，开了，耶、yeah, 耶、yeah。突破。过关。要过关了吗？神殿嘞，到树顶了哎。要念吗？这是君王帽，君王之帽。还有一页破碎的古书，奇怪，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把这页比什么？这页比对我的古书看看好了，怎么自动粘上了？我都不知道有一页被撕毁了。上面写着：凡是通过阿尔树的试炼，即可成功获得君王之帽以及失落的古书。古书详细记载着如何。变回正常大小，看样子我必须从某处跳下，这样就能变回原来的大小了。先戴上君王之帽吧。君王之帽，就黄金头盔嘛。但还是我戴。我不要你戴好不好？快走了。啊，那个，请月音哦，月音戴着安全帽。对了，阿美，现在好了，我带啦，我是阿华嘛，你是阿美，不应该你带的，
我戴了，好不好？我就舍身为大家戴上这个安全帽。现在我有了君王之帽，我可以救阿美了。阿美，等我，等我啊，阿美，阿美要等我。我还真等到你。哎，君王之帽有台词哎，哎，君王之帽，你当一下君王之帽。嗯，年轻人，先等等。我曾经被无数个君王戴在头上，你是我看过最年轻的一个，我甚至开始怀疑你的能力了。不过既然你是通过试炼的人，你就有权利使用我，不用担心，我是有智慧的帽子，在你死之前我都不会离开你的。什么啊，因此，会全力帮助你。告诉我吧，你第一件想完成的事。那个月音，那个这一句再念一次好不好？这一句，最下面这一句。那一句。这个招牌最下面这一句。在你死之前，我都不会离开你的。哦，好感动哦。什么？阿华说话了。君王之帽，你吓到我了。不过谢谢你，为了得到你，我成长了许多呢。我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去见阿美，并治疗好，将她治疗好。君王之帽又说话了，君王之帽，请。哦，原来是王后，好吧，只要你跟着光明走，都会到的。光明，你就是王后哎，你就是我的皇后，我们跟着光明走吧，光明。其他地方就不看喽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。我们现在有君王之帽，光明光明，跟着火把走嘛。哎、欸，火把在这，这里有牌子哎、欸。君王之帽，又是你的台词了。就是这里了，年轻人，跳吧。什么跳？好吧，我就相信你了。喂、哎、喂、哎，我等你。哎、欸，我死了。哎、欸，不对啦！哎、欸，不对呀！你要先站下来吗？我跳太用力了。你要先下来吗？我先踢劈你一下。哎、欸，我戴了君王之帽死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啦？那我下去了。OK，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那边摔死，而且我还变成这个哎、欸，变成不知道怪怪的 skin。我再摔死一次，看 skin 会不会变回来，好不好？为了 skin 我要努力。啊，我再摔一次。哎、欸，那个立个告示牌说，请不要跳得太用力，可以吗？我为什么会跳得太用力？奋力一跳就摔死了。啊，水池不能做得大一点吗？啊，我再为大家示范一次哦，就是这样子。我刚刚就这样奋力一跳，奋力一跳，然后结果就摔死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、，skin 还回来嘞、欸，真的还假的啊？啊，月音，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好好笑哦！我 skin 回来了，啊，太好笑了，阿华，哎、欸。这里是阿美家，君王之帽，谢谢你了，君王之帽，君王之帽，有你的台词啊，你不要跑，哎、欸，这就是你的台词，不要跑。看吧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没事了。哪里没事啊？我就摔死了。阿美，你在哪里？阿美，阿美，阿美，哎、欸，阿华平常在此研读医术救阿美。那阿美人呢？怎么这么多台词？这里怎么了？阿美，你的台词啊，阿美，你念。阿华，你怎么来了？阿美，我担心你才来看你的，你怎么没有好好休息？怎么跑出来了？阿华，昨天晚上一个戴着金光闪闪的帽子的人来我家了。看了我一眼，我的病突然全好了，现在都好有精神哦，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他。没事就好。
来继续。阿美在哪边？阿美在哪边？阿美就是这个啊。这个。先把它干掉好了啦，这哪像阿美啊？我的阿美是前面这一个。哎、欸，打了这么多下还不死哎、欸，怎么那么耐啊？欸、怎么打不死啊？哎、欸，终于打死了、哦。阿美，我的阿美在这，可是你要跳出来啦，不行啊。你还要念台词啊？阿华，对了，阿华小声的对君王之帽说：“谢谢你，君王之帽。”两人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但是真的是这样吗？阿美，我们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了。感谢大大的游玩，游玩还愉快吗？不会。如有任何 bug 发现，请自拍照自巴哈。不用喷我啦，我都录过来了，你自己看一下有什么 bug， 我就直接摔死了、欸。过关后也可以拍照与阿美合照哦，阿美，我们来合照吧。呀比，呀比，阿美呀比，看前面。我要带着这个。呀，哎、欸，我和阿美、阿华与阿美合照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吐出可可豆，好恶心哦。那你的批评与鼓励是我们做下一张地图的最大动力。然后作者克里斯雷蒙润风热，那小玉 IA， 然后 Cincon 是不是？嘎，哎、欸，感谢阿月实况组盖了一栋豪宅哦。然后后面还有好多字哦。成就表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成就表。东西都在你那，我死掉了，东西都喷出来了，东西都在你那。话有。有吗？跑酷取得 有。那生鱼有。偷窥有。偷窥有。地板门，什么意思？地板门有这种东西吗？我是有偷窥啦，蛋糕也有拿到吗？你是有啊。皮革裤穿过钉子、哦，这个没有。可可豆没有。哎、欸，可可豆有。可可豆好多哦，两个。钻石钻有啊，钻石钻有啊，哎、欸，所以我们就是这个皮革裤没有，皮革裤没有，哎、欸，其他都有、欸，哎、欸、哎，很酷哎、欸，我们的任务达成率还蛮高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好啦，很感谢那个，哎、欸，我不要拿可可豆啦，我干嘛拿可可豆在手上？很感谢那个，感谢月音陪我游玩这次的地图，哎、欸，那好啦，那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喽。那我们下次，哎、欸，下次再见喽！月音说跟大家说声再见吧，跟各位再见啦、啊。